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信心君子兰的小新啊。你认为一颗君子兰在-14度的这个运输过程中会冻成一根冰棍呢吗？然后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兰友，我都已经给他打包好了。然后结果我一收了一下这个天气啊，它是内蒙包头的，他们那边居然这么的冷啊，能达到-8度到-14度啊。但是既然已经打包好了，我决定冒险试一下啊，就尝试一下内外两层暖包。然后看一下这颗花到底能不能冻成冰棍儿。然后我先里边给它来一层暖包。外边再给这个花来一层暖包，双层的暖包，要试一下啊，看看打这种双层暖包的话，-10多度的话，到底能不能耐得住寒啊？给你们看一颗花啊，你看一下这个视频，这个花就是冻了的啊，它那个叶片就像，就像烂了一样啊，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花冻了啊。然后希望我发包头的这个花千万不要冻啊，因为我一定要尝试一下，这样我往后发货的话，我知道大概-多少度，然后是某一个的极限啊。然后如果这个花要是冻的话，再给这个兰友退款或者是补发就可以了。然后尝试冒险一下啊，大家可以下方留言啊，觉得小新这颗花到底会不会冻啊？我现在心里的话其实是没有底的啊。然后等到这个兰友收到花的时候呢，我再发视频告诉大家啊，你们可以猜一下啊，到底冻还是没冻呢？记得下方给小新留言。然后虽然说南方比较的，温暖啊，但是东北已经开始冷了。然后这两天的话还能带盆发，因为打成暖包的话，-30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。然后喜欢君子兰，别忘了给小新点个关注，持续还是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